要抗议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哈区公所哈区公所的农牧科哈可以废除他们养猪舍的执照哈。那个区公所是作为里面参市政府的桥梁，关于道路的损害哈，我们林建科这边会加强巡查，如有破坏哈，我们会马上修复，也会通报市政府那边做个适当的处置。我不记得。